明儿，你的魔幻世界到了。我表妹的交代都到了，我的也终于到了，赶快拆拆给大家一饱眼福吧。一二三，暴力拆家。啊，我这是买的哦，魔幻世界。没给艾米买这个胶带之前，就有很多粉丝朋友艾特我说，阿姨，现在小盲兽出了新款了，一定要给艾米买呀，你看你的粉丝对你多好。在这里我感谢一下我的粉丝小伙伴们，就是你们，我妈才给我买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我已经攒够了两个图标，我希望把这一整面的图标都给集齐，这样可真是很震撼的，好吧。第二卷也是艾米很期待的，猫肥汪润，这个很长，下面就是那个你所说的边框，对，自带边框的，超出了，开心到超出了，好吧，哇，好好看呐、啊，然后这是女巫系列，赶快赶快，我们先赶快把它贴到我的灵犀本上，我要好好欣赏一番。今天咱们来搞一个沉浸式，好久没有沉浸式了，来吧。艾米说这个梨形本买的不符合这个胶带呢，丑死了，哪里丑了啊？你给我讲讲，它的长短的短，这里又缺一组，这是最好看的，都很整齐，没有多余的，然后这边就太丑了，我真想把它撕掉，那怎么撕掉嘞？那你撕掉这贴纸不就没了吗？你忍心吗？艾米第一次买这样的梨形本，看的这个皮还是挺好看的，但是里面那个纸张很薄很薄，这是艾米在那个 KKV 买的，10块钱，控制不住我的眼泪就总是想往下掉，我脖子都哭酸了，不想再哭了，那就不哭了吗？啊，你说你这划得来不，脖子都哭酸了，下回脖子还哭掉了嘞，不行了，行了行了，没有这么矫情啊，快来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说说，来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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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喝个牛奶，谢谢。刚刚艾米情绪有点失控，让她自己躺着休息一下，然后自愈一下。嗯，好。下一次等她那个新的梨形本来了，再给大家拉图鉴啊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。